是梁导在《钱不够用二》运用了许多电脑特效来完成一些在拍摄时较难取得理想效果的画面。在观众眼前一闪而过的画面看似理所当然，但其实在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却一点都不轻松。为什么要在这部电影里面加入这么多的特效？主要的原因有好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刚好呢，这也是十年前我的作品最卖座的作品的一个续集。那我希望呢，十年后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代。你看看一下，我们的电影已经从当时那种很凄惨的情况之下，已经也来到能够进入用高科技的一些配合制作出这样的一个影片。另外呢，我当然也很希望说，借着这个十周年，因为这个阶段呢，刚好我有比较有说话的权利，跟所有的 investor 说，这部电影呢是我很重要的一部电影，我需要呢做得更好一点点，我要更好的 CG， 因此呢我需要花更多的钱。大家也看在这样的一个份上，也觉得同意了，所以我们这次的制作费呢就预算比较高一点，尤其是那特效的部分，它就预算呢比较高一点点。目的就是希望呢能够制作出一部呢真正代表梁志祥的一部电影。我本身呢不是科班出身的，我也没有受过这种特效的这种训练的啊，我们都是从真的看电影，然后自己呢网上找资料，然后跟那些专家了解，偷一点偷一点，把整个特效的这种概念呢搞清楚。我花了蛮长的时间，因为一直都是很忙着嘛，而且这种东西是也没有人要教你，你不用想人家要教你的，因为这些都是大家的秘密武器。所以我后来在前两三年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弄清楚这套东西，因为我觉得这套东西呢就是将来啊引导着全世界电影啊会走向一个最光明的道路的，就是这些戏剧。之前呢我做的很多戏剧大家都说，有人请大家原谅，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钱没有人才，我那时候也只能够凭着我自己的一些认识慢慢的去摸索，好像 Just for Law 你看到了一些剑啊，那些就是都是我们靠摸索出来的。很意外的 Just for Law 呢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入围了那个金马奖的最佳这个电脑特效奖，这个奖呢就刺激了我们呢，都很想那实际上呢这种特效的在很多电影里面都有嘛，我们干嘛新加坡电影没有呢？你看到美国的电影，其实我告诉你啊，有五六十八千七八十八千都是特效做的，现在的演员都是在绿布景里面演戏，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后面导演把它加上去的。这样的一门技术呢，对于新加坡电影来讲是重要的。我希望呢，我能够迈开第一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希望呢，我们的有关当局、媒体局也好，电影局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商家，还有正在从事这个特效工作的这些 animator 都好，新加坡是有能力。也需要这样的电影。咱们讨论的时候觉得蜘蛛这种形象更加让人家厌恶，因为大家我们问了好多同事哪种昆虫让你觉得最厌恶的，大家答案都是蜘蛛，然后最后强烈我们觉得蜘蛛这种形象。然后这里边有一些很多是现有的楼，也有许多是未建成待建的楼，包括新加坡的新的赌场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做的CG包括了大量的那种 F1 赛车，做了一些转车的惊险镜头，这些都是因为当时无法拍摄做的特效，我们引用了大量的 green screen， 大量的 particles 来制造那些特效效果，如烟雾啊，转车过后的碎片。一定要去看钱不够用，因为真的是很值得你去捧场的。钱不够用，百度真的是很好看哦，7月31号你们一定要去看哦。这次梁导还诚意邀请了著名校将王雷，来自邻国的资深演员黎明，
Harley-Davidson Club， 国会议员 Michael Palmer 和 OCBC 主席张崇光博士为电影跨刀演出。Well, I've always admired Jack Neill's movies, so when he asked me to come in on a, with a cameo role, I was very surprised, but very pleased. So I'm very happy to, be, to have the chance to act and work together with Jack Neill. 有点兴奋，有点紧张，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不知道他要我做什么，要我说什么。感谢感谢这个国会议员呢、这么赏脸呢、第一次呢有国会议员呢、这么高的职位的一个代表啊、来这个我们的电影里面演出啊。首先要谢谢这些人，因为他们真的很赏脸哦。那么他们都很好演戏的人，我希望啊下一次还可以跟他们合作。经过了40几天的全程拍摄，《钱不够用二》终于杀青。制作单位希望观众在欣赏电影之余，也能感受到全体工作人员的诚意和情谊。其实说真的，每一部电影收工啊，都是一种依依不舍。因为跟大家一个多月之后啊，那种感情慢慢建立起来，然后忽然间就，各位观众，比没有钱还要穷的时候，你有没有体验过？也许你觉得这句话有点矛盾，但是你去看我这部电影，我相信你会找到你要的答案。希望你支持《钱不够用二》，谢谢。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watch this movie because the first movie was very important for Singapore, and this movie we hope that you can make it as important for Singapore as it is important to all of us. Please watch Money Go Enough Two. 钱不够用。在这里呢，我也要谢谢了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谢谢，钱不够用啊！钱不够用，你也不用这样吗？为什么你跑去自杀？谁的电话没有关啊？我现在是演哭戏的，你们电话没有关，我的眼泪怎么样流出来？哎呀，会演就是会演，不会演就不会演，不要怪观众电话没有关，我们是专业演员来的嘞。你来演哦。钱不够用就算了吗？为什么要跑去自杀？你们的电话可以关掉吗？现在我是演死人嘞，你们的电话就响一响啊，吵到我，我怎么样死？不好意思，请把电话关掉，不要吵死人啊。哎呀 ，OK， 我跟他们讲了，这档戏很难演呢。我知道，我知道，哎呦，你有讲话也不会演，演死人也不会演，哎呦，来，继续继续。Oh,